而且我后来我在互联网上看到，什么那个北京的皇太极，或者武汉有一个煎饼，反正好像是煎饼王子还是什么，然后把这个煎饼做的，然后但他那个皇太极他那个煎饼，和我这个是和我们这个是基本上是不搭嘎的，他那个是北方煎饼，就是卷的那种，因为煎饼那个是一个很笼统的那个统称，然后我是一心想。因为这么多年的积累了，我也想在煎饼上面能有所那个。前两天我还注册了域名，注册了网站，然后还准备这么去弄一弄。然后，现在想一想的话，我觉得以后的话，在煎饼或小吃方面，然后这么去发展。那比如就是。